世界鸡尾鹉中青铜悬崖，我们这里呢有266只。这种鸟类呢，它对水质的要求特别高，再一个呢，就是它对这个周边的生境这个要求条件也是比较高的，要有大规模的大面积的芦苇香蒲或者是荷花种植藤子，这才有益于它的栖息。